小空间中的大魅力。近年来，无边际泳池以其车位大小的占地面积和独特的景观设计，逐渐获得越来越多家庭的青睐。那么，这种新型泳池为何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一、实用性。无边际泳池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其适应各种住宅环境和家庭需求的能力。对于空间有限的家庭来说，无边际泳池的紧凑型设计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同时，无边际泳池不仅可以为家庭带来一个舒适的休闲场所，还可以作为景观的一部分，为家庭生活增添色彩。二、健康益处。无边际泳池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对健康有益。首先，游泳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对于提高心肺功能、增强肌肉力量以及改善身体柔韧性都有很大的帮助。三、环保性。无边际泳池的环保性主要体现在其节能和节水两个方面。首先，无边际泳池通常采用高效的水泵和过滤系统，最长可以3到5个月换一次水，大大降低能源的使用成本。因此，无边际泳池以其独特的实用性、健康益处以及环保性，越来越受到家庭的青睐。在未来的住宅设计中，无边际泳池无疑会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和趋势。